5月15日下午，傅辛博尹儿即将在巴厘岛某别墅度假酒店举行婚礼。酒店及附近海滩目前已经全面封锁，进入人员车辆都需要仔细盘查。据了解，傅辛博尹儿夫妇此次婚礼的举办地是在巴厘岛当地非常著名的一个海滩度假别墅区，风景优美，环境奢华。该酒店蜜月套房高达4000元以上。按照婚礼行程安排，接亲将于10时10分正式开始。14日，还有网友晒出了两人疑似婚礼现场，碧海蓝天，十分浪漫。颖儿穿着白纱，傅辛博则是西装笔挺，很是般配。据悉，在婚礼前一晚，两人举行了宝宝小月亮的百日宴。在百日宴上，两人抱着宝宝出现，这也是孩子在2月出生后首度公开亮相。新颖夫妇穿着简单，傅辛博穿着衬衫西裤，而产后刚刚百天的颖儿穿着连衣裙，看起来已经恢复了纤细的身材。14日晚，颖儿也在微博晒出女儿的百岁照片，称小月亮百日快乐。照片中，老公傅辛博抱着女儿，颖儿则靠在老公肩上，一家人温馨幸福，超甜蜜。前几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傅辛博透露婚礼现场一定会有很多鲜花和他爱的哆啦A梦。